1063B 一个环境 CT6 的 studio， 这边是 open 的景观。漂亮的海景，然后 space 也够大，有一个一点点深度的 walking closet。再看一下卧室，卧室这边是五个大窗，hallway diary 的 kitchen， 另外一个 closet。洗衣机、烘干机，然后洗手间，进门的地方。